听着你的琴声午睡的。你好，每天都是这首，对，这是咱们家的开场曲，每天都要开心呀、啊！不管几岁，快乐万岁！好一首《欢乐牛牛》送给你们。再来一首路灯下的小姑娘，后面的小朋友是你的小粉丝儿，这可能是最小的一个小粉丝了，他几岁了？两岁。你好，好可爱。一起点点赞啦，前半个小时我们一起帮忙点点赞，做做人气。大唐不夜城见过，你好。有看到点如愿的朋友们，今天有给大家准备这首歌，有给大家准备这个如愿。两点后给大家弹慢曲。咱们有今天新来的朋友们吗？欢迎得哥，你好。有今天新来的朋友们吗？喜欢听古筝的我们新朋友们，点点左上角的红色关注，喜欢这个直播间的氛围的，觉得挺开心的，我们点点关注。有，你们好，欢迎你们。再来一首《华山论剑》，世间只争你最好。好，咱们新朋友们老朋友们都参与一下左上角的福袋，感谢福生。
谢谢，好首华山论剑送给你们，把配音去掉好听吧，人说红花要绿叶配，你把配音这个红花去掉了，我这个绿叶去配啥？我弹的琴就是要配合这个配音更好听的，把配音去掉了。中国范儿，配音太大了，那可以给它小一点点，好不好？小上一丢丢，太小了就没有气氛了，宝子们，来开心快乐每一天，一首中国范儿送给你们。我想听切切，没问题。喜欢切切的朋友们，把切切打在公屏上。今天一开播就有好多朋友点了切切来跳舞。喜欢的朋友们，来吧，把你们的切切打在公屏上，一起切走坏心情。中午好好舒服的古筝，谢谢。还没有点关注的朋友，我们点一下左上角的关注，这个好听是吧？谢谢。这在我们的中国街头十二时辰的福街，欢迎你们的到来。
水果切那一首歌下来可以切出一个果盘了。一首来跳舞送给你们。家人们，有爱听的歌曲可以打在公屏上面。刚开播，咱们一起点点赞，加加油。再来一首《精忠报国》好不好？喜欢，谢谢你们。咱们今天第一天来直播间的朋友啊，喜欢听古筝的点一下左上角的红色关注，喜欢加下晚晴的点一下边上的黄色小心心，可以加个团，领领左上角的福袋。再来一首《刀剑如梦》好不好？感谢关注，谢谢关注。20万点赞了，好帅！
一首《刀剑如梦》送给你们。谢谢我们伞，感谢伞，谢谢骆驼，谢谢浮生，谢谢大家的人气票，感谢我们郭润华，谢谢郭哥，谢谢简单快乐，大家帮忙给榜上的朋友们点点关注。歌单没有打开呀，开了呀，哎，它怎么不显示嘞？对呀，为什么？好，一首《刀剑如梦》送给你们。咱们有多少朋友是喜欢《西游记》的？有喜欢《西游记》那个换到千般恨啊？可以的，浮生，可以的。下一首跟你来换到千般恨。谢谢关注，感谢关注。再来一首《西游记》的片头曲，送给你们。儿时的回忆。人的回忆，哦，可能都不止一代人啊，两代甚至三代人的喜爱，经典永流传。一首《云宫迅音》送给你们。好，咱家浮生哥点了一个《换到千般恨》，这个是个粤语歌。有多少朋友喜欢听的？我自从当了主播之后，学会了很多之前接触不到的歌，包括这首。都是你们提供给，不对，都是你们的点歌提供给咱们直播间的。
好一首《换到全班恨》送给你们，谢谢大家的喜欢，感谢。这后面羡慕的眼神不灵不灵的，啥？感谢浮生，谢谢浮生。大家帮忙给送气球的家人们点点关注。美女你好，你好老乡，你好。咱们家帮忙给送气球的、送保时捷的家人们点点关注。包青天来一次可以吗？哎，我这儿真有一个包青天，我跟你们听一下哈，真有个包青天。对，我不是，我就是比较喜欢出汗。谢谢我们零二的人气票，感谢零二，生日快乐，宝贝！音乐特别适合点赞，跟着节奏我们敲一敲屏幕啦，冲一下50万，家人们这会儿30万，对着屏幕敲一敲，一起跟着节奏对着屏幕敲一敲。再擦个汗，来个三一零的小雨，好不好？点了100多下，帅帅的，继续加，加油！在公共场所弹琴呢，对，在街头。三一零的小雨喜欢吗？上线了，上线可以3000赞，那你太帅了，你点了3000哦。你好你好，三亿里的小雨送给你们。你把人家吓着了，嗯，一般女孩子喜欢看别人害羞，我喜欢看别人害怕。欢迎白茶，
谢无极，谢谢无极的红包，是无极呀，你好，大哥好。感谢别动，我怕笑岔气儿。谢谢宝贝的纸鹤，感谢。还有一首《三爱里的小雨》送给你们，谢谢家们的关注。来个女儿情好不好？爱江山更爱美人，没问题。感谢舒敏，谢谢舒敏。好的。谢谢我们圣君，点了500下了，点了600下了，点了100下了，谢谢大家送来的鼓励的赞赞，你们的点赞就是相对于给我的掌声，感谢大家的支持，谢谢。要唱吗？喜欢听唱吗？我唱歌很一般，真的是真的很一般，你们不嫌弃就是好在你们不嫌弃，感谢关注，谢谢关注。谢谢我们东风，那来一首弹唱女儿情送给你们，可以来一首古风的可以吗？这个算不算古风啊，二哥？这个鼓不鼓？不鼓的，我还一会儿来个纯鼓的。艳阳霜，起蝶双飞，满园春色人醉，悄悄问圣僧。女儿美不美，女儿美不美，说什么王权富贵，怕什么千里情归，只愿天长地久，心相随，爱恋意，爱恋意，愿今生长相随。玉帝哥哥，此去西天，任重道远，留在我这女儿国，可好？国之父交付于你，你为国王，我为王后，从此我们双宿双飞，你可愿意？
谢谢关注，感谢关注，你们太能夸了，说我放原唱。原唱要唱我这样，没有女儿国了，就跳过去了。好，让女儿情送给大家。二哥说我决定，那这个算不算古风呀？那好不容易回家一趟。暂欢迎好不好？暂欢迎，好悲伤哦，好悲伤，超级超级超级悲伤。感谢二哥，谢谢二哥，感谢浮生，谢谢浮生，礼物展馆全部点亮，谢谢家人们，太帅了。来生缘，再来一个纯古风的送给儿歌。这首你听过没？一秀云，片片相思赋予谁啊，那个也挺古风。那来个片片相思吧，大众一点。片片相思赋予谁，好。哇，你眉目扬起，一说古风你们知道的可多了呢，可否赠予我？二哥特别有大爱，他每次的点歌都是帮你们点的。三月小雨弹过了，感谢朱阿姨。
新朋友的关注，感谢关注。这个歌名叫《片片相思赋予谁》，每天没有那么多的烦恼，天天开心。对，咱们家有个口号，就是不管几岁，快乐万岁。可否赠予我，赠予每一位听到的朋友们？谢谢谢谢高冷女王，感谢感谢。新朋友喜欢听古筝的，我们点一下左上角的红色关注。感谢3382的人气票，谢谢3382，好，辛苦了，太博爱了，对，这是我的优点，我要把它发扬光大，没别的优点了，唯一的优点。谢谢我们新朋友的关注，感谢，那就是爱你们每一个人。那点个关注，加个团，领走你们的专属小情诗夏晚清。路灯下的小姑娘，再来一遍可以吗？不太行，一般咱们家不太重复。好，欢迎二哥回家，你还有什么想听的歌您跟我说，谢谢二哥的支持。笑起来真好看，谢谢谢谢。再来一首上海滩送给你们好不好？后面的背景是真的假的？支持飞机抱柱子在线接单。我想听《知心爱人》。等一会儿啊，《知心爱人》暂时可能伴奏不太有，一会儿看能转调的话，给你转个调。梅花泪没问题，很嘚瑟。我竟然在我直播间遇到你了。喜欢听梅花泪的朋友有多少？梅花泪，喜欢听你的曲子。感谢我们哈哈熊，谢谢哈哈的人气票。1到2点钟是咱们家打人气榜的时候，家人们手上的人气票记得送一下，左上角点一下黄色的小心心，有个邀请群助力，把邀请群助力点一下，我们把免费的人气票给送一送。感谢关注，谢谢关注。欢迎芹菜，
小梅花泪送给你们，又见小姐姐了，你好。好，喜欢听古筝的朋友，点一下左上角的关注，再点一下边上的小黄心，领取一下你们的专属小琴师夏兰青。谢谢。来个正面照，嗯哼，宝贝，你到视频里边，正面、后面、左面、右面、左前、右前、左后、右后都有，旋转。感谢灵儿，谢谢灵儿，灵儿你忙完了，你跟我说哈，吃过午饭了吗？青城山下白素贞，嗯，没问题。刷多少能整个榜一？嗯，今天榜不高，你一个画龙就上来了。踏浪，踏浪，我下去再找一下伴奏吧。踏浪，生个这样的女儿是上辈子修来的福。嗯哼，真的吗？那我妈为啥这么嫌弃我？吃过午饭了。好的好的，那接会儿空吧。夏雨荷是你什么人？我倒想让他是我什么人，那我岂不是成皇亲国戚了？我倒希望我可以是他什么人。嗯，那来吧家人们，公屏把生日快乐走一波，咱们家灵儿今天过生日，给带一首生日歌。好了吗？来，把生日快乐刷在公屏上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幸福，祝你健康，祝你前途光明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幸福，祝你健康，有个温暖家庭。
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幸福，祝你健康，祝你前途光明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幸福，祝你健康，有个温暖家庭。莲儿生日快乐，祝宝贝天天开心，年年有今日，岁岁有今朝，一年更比一年小。今年十八，明年十六，后年我们一起回幼儿园和娃哈哈。生日快乐，谢谢所有的家人们，感谢大家帮忙送来的这么多宝贵的祝福，这是最棒最棒的生日礼物了，集齐了这么多这么多的祝福。用我妈的话说，这个叫什么集齐百家祝福，真的是好好好好好厉害的。谢谢白茶，感谢白茶，谢谢我们白茶送来了这么多的礼花筒，哇，感谢不是我生日，二哥是零二生日，这啥情况？感谢淡泊明志，宁静致远，谢谢大哥，感谢大哥。哎妈呀，啥情况呀？淡泊明志，宁静致，福哥是不是福哥？我的妈呀，二哥不是我生日，是咱们家的小可爱，一个小可爱叫灵儿，他过生日。再来一首生日快乐。这是不是福哥？感谢，谢谢，感谢志远哥，谢谢。哦，对，是的啦，昨天记得头像不是这个，换头像了。感谢，替妍妍感谢，妍妍来了吗？您别替妍妍感谢，我啥都没做呢。欢迎我松哥，没，啊，你空了喊他过来玩，让他空了过来玩。谢谢福哥，谢谢福哥，感谢福哥。欢迎我们松哥，你是怎么发现我来了？你说就是这么巧。我看着屏幕，滴滴，我就看见你了，那咋整？你就是这么一眼就入了我的眼了，你说咋整？你们这个进场特效，包括二哥，别急，哎，那就看着了。改日来，好嘞，福哥，谢谢福哥，感谢福哥，谢谢谢谢。好，有什么我能做的，你就尽管吩咐。感谢林海，谢谢林海的人气票，谢谢。妹妹咋知道是我的？你名儿啊？不是昨天说要升四十级了吗？你迷糊了。不敢吩咐，您吩咐，您吩咐，您吩咐。谢谢我松哥。感谢我松哥的海上明月，感谢松哥，谢谢松哥，谢谢我们新朋友的关注，谢谢。那是天行健，君子颠自见不息，啊，差不多了，啊，就是这一类的吗？我就感觉就是了吗？地势坤。笑死我了，大差不差，是不是？
这是妍妍专号呀！哎呀妈呀！完了完了，这为我破例了，感谢感谢感谢，谢谢虎哥，谢谢虎哥。偏偏喜欢你，点个关注，加个团，对得起你的偏偏。谢谢我们玲儿。东北人口音，我的朋友遍布四海，我哪儿的口音都沾一点。好朋友们，就是咱们直播间的家人们，五湖四海，哪儿哪儿都有。就经常跟你们聊天聊多了，你别说我东北口音，你说是哪里都是哪里。来首男儿当自强送给你们，来，谢谢各位大哥们。小姐姐们，你告诉我有哪四海？换了，好的，虎哥。谢福哥，谢谢福哥。哥，你说，我这个人就这个优点，那不懂咱就问，不会咱就学。我这就是有一颗好学的心。你跟我说哪四海？这没事，这还有这么多的哥哥姐姐们、弟弟妹妹们、叔叔伯伯们。南地北会不会说普通话？听听，不太会，我说的话一般都不太普通。唱首歌吧。我是来看你才艺表演的，不是来看我才艺表演的。不，咱们家每一位朋友家人们，只要你出现在这个直播间，你要么不打字，不说话，不点赞，不那个啥，只要你有任何一点儿动静，那就是表演。你别想把自己摘出去，除非就是悄无声息的猫在那儿匍匐着，这真的就是完全看不着你的那种。我走了，等你别走，你们走。谢谢小公主。感谢我们小公主的人气票。哎，那个对，潜伏着，咱别潜伏了，咱们都出来打打字聊聊天好不好？
所有的宝子们，咱不要匍匐前进了，请出来蹦跶蹦跶，冒冒泡，蹦跶蹦跶。哎，你看，听你这么一说，我就得冒个泡了。我就是天天这个时候上来听你弹琴，不说话，不冒泡，就匍匐着。说出了多少人的心声啊！你们是这种的，你们扣个一。喜欢听你弹琴，那巧了，我刚好也喜欢弹琴给你们听。芊芊切歌。哎呀，这么多！我教你们一招，以后不知道说啥的时候就刷一。反正咱也说了，说了啥咱也不知道，就刷。好奇啊，这是得亏现在不 PK 了，要不然这绝对出去打榜十呀，这多么的好呀，这是不是哥哥们？榜一榜二榜三榜四榜五榜六榜七榜八榜九是榜十的哥哥们，小姐姐们。抱柱子，抱柱子，在线接单，一个挥击抱柱子，然后还可以点赞100万，抱柱子，现在点赞54万了，做出你的选择，点赞或者是挥击，我都接单。谢谢松哥。余生忘记你学会没有？没有，松哥，因为不想忘记你。那学会了，你是我唯一的执着，你听不听？他不学。怎么他不学？他学，他没学会。他学歌慢，你们知道的，学歌慢，但是有在认真学，要不然哪来这么多的歌？那不都是一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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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学会的吗？昨天有一个，我用尽999不去爱你，最配合一步就放弃。这个还有这个，用尽余生忘记你，用余生的时光，我想忘这半生的痴狂，怪时间已老去，不想啊，走得太匆忙，但愿再见到你别来无恙，忘记
你听，这多伤。歌是真的很好听，就是他要表达的这个意义不能要。我要去收礼物了。好的，灵儿，开心点，我的宝儿。宝今天过生日呢，不能忘，不能忘，不能忘。就是某一天我学会了，我也不能跟你们唱。从不忘，不忘，不忘。后天再地。松哥某天学会了，我说松哥那首歌我学会了，但是这辈子也不给你唱。对这段情做了个分析，洗衣服了，未知现状不会有结局。今天是我很开心的一天。为你撑伞，我却淋雨，理所应当是你不许配哟。啥啥福哥，我已经全力等不上你的左手指月，你却不敌我万分之一。这是继续经营只会一只能前进99步，不能退啊。好，是我的传奇。冲，我能否99步去爱你，也能够退一步就放弃。不退不退不退，任何关系需要双方去维系，靠一方根本无法继续。我能走99步去爱你，也能后退一步就放弃。感情多隔着一个新的距离，我看到你也很开心。跨越不了就别浪费鼓励。喜欢这个直播间呢，我们点个左上角的关注，点个关注，加个团。我在这儿等你们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。你这手势是退，不是冲冲，退是那个。我给你表演个退。你却不敌我万分之一，退是退退退。只会一败涂地，即使止损是我。我感觉很快这个又要成表情包了。找个榜是玩一次，说什么胡话呢？在这咱们不连麦不 PK， 咱们是正儿八经的户外主播好吗？那拎不清了呢，我只能想想，开个玩笑，咱们不打 PK， 不能连麦，这个必须出吧，表情包，你看我就知道又安排上了。我回来了，欢蹦。这个背景好假，支持打假，一个灰机包柱子，支持打假，在线接单，每天2小时在线接单不停。啊，每天2个小时啊。欢迎无奈，一直接单接单。公公呢？约会去了吧？你想他啦？不知道，可能约会去了吧，没见人啊。欢迎我们圣君回来，欢迎。再来一个。想你的时候问月亮。哎，宋哥你知道吗，你这首歌前年点的吧，完了今年还有好多朋友没有听过。但是你要听，但是哦，他们特别喜欢这首歌，纷纷问主播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呀，怎么这么好听。我突然觉得我好前卫呀，我那么早就把它学会了。嗯，然后这一切都是你的功劳。这是松哥点的，不是他点这首歌，我真是没听过，所以我的歌单啊都是你们给扩充的。刚开始
确实不咋抖。啊，点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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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咱们家的歌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。来个问月亮，哪里有免费的人气票？左上角的黄色小星星点一下，邀请群助力，邀请群助力就有免费的人气票。是不是好听？真的是很好听。没人点赞，白马你说让我来，不可能没有人点赞哦。是听忘了吗，宝子们？这会儿还真没人点赞，对着屏幕敲一敲了。我想来感谢一下谁帮忙点赞，真的发现没有？感谢如果。二哥隐身了，二哥你隐身了吗？我先去忙了，你再玩开心的。好的，松哥。谢谢咱们所有扣一的家人们，这太感动了，谢谢大家。感谢福哥，谢谢福哥。我真太感动了，福哥你所有号都给我加了个 V。 哎，咱们已经加过 V 的家人们还没有进群的，进一下群，不管几岁快乐万岁。我好喜欢这个这句话。那个还没有进群的，进一下主页的 VIP 蓬莱仙岛。所有已经加过 V 的家人们，蓬莱仙岛进一下。好，一首想你的时候问月亮送给你们。好，满九级的家人们，两个群，一个蝴蝶谷，一个逍遥谷，告诉我你们都在哪里，你
们都在哪个群？跟我说一下你们在哪个群，然后我去群里找你们。笑得太开多了，你蝴蝶谷，你能进去吗？你都没加团。笑呀哥，我两个都在。咱们已经到九级的家人们，进一下九级群。然后春哥，春哥，真的，哎呀，太让人感动了。我说，如果你不知道说什么，你就公屏扣一。火山进不了，对，火山版不行，得抖音版。嗯，就公屏扣一。完了，那个啥，那个，我就能看到你们。然后真的，好多家人们都一直给我刷一，就你们这些，哎呦我的妈呀，太暖心了吧！我在联谊群，联谊群是啥？太喜欢你了，谢谢你们，谢谢燕子。无论你们说什么，只要在公屏出现，我都能多多少少记得你们，在默默的支持。你说我也看不见，对不对？这么说必须得加个团了，欢迎，你加了，好的，福哥。想听大雨，没问题。现在又停下来了，这是我们的点赞监督员。不可能，你肯定看不见。多多少少，总比不打要好。我希望我女儿以后像你这样。不好，笑太多了，长鱼尾纹呀。不能太笑，我克制不住，我一见你们就开心。我但凡克制一点，我这都能少贴多少贴面膜。欢迎 CY， 主要是贴面膜他都拽不住，没有用。谭总女朋友，感谢我们 CY 的关注，谢谢 CY 的灯牌。我应该在哪个群？你九级了，顺其自然。你自己喜欢蝴蝶谷就去蝴蝶谷，喜欢逍遥谷就去逍遥谷，我两个都在。古筝版的如愿，谢谢福哥。谢谢福哥的庄严。
这首歌叫《如愿》。万分喜欢加会员。谢谢。在西安没有去过，那可以来一下。感谢卫东，谢谢卫东。这是在哪里？这是在咱们陕西西安长安十二时辰。鬼迷心窍，鬼迷心窍我不会，是鬼迷了心窍也好，是什么了什么也好，不会。主播这是哪里啊？我明天我就拿个喇叭。嗨，先生好，拿个喇叭录音。陕西西安长安十二时辰，这里是陕西西安长安十二时辰，这里是陕西西安长安十二时辰，这里是陕西西安长安十二时辰。然后就给他播放，就给他往这一放，我就在这弹琴，他就一直在这说，这里是陕西西安长安十二时辰。不然你们总问我，这是我刚回答完，刚回答完就又问主播这是哪儿，啥意思？地点播报啊。要留给大家，弹琴让我来，恋爱你们去，一起帮忙点点赞啦，宝贝们对着屏幕敲一敲，谢谢阿勇，感谢我们哈哈熊，点点赞啦，点点赞啦，点点赞啦，抱珠子，在线接单，一个灰机，一个灰机抱珠子，也可以点赞100万抱珠子，现在68了。大哥你想怎样？大哥您请吩咐。正面的直播间怎么看不到？
虫，正面没有摄影机。好好说话影响我点赞了，这是怎么扯上关系的？70万了。这个摄影机穷，非得让人家把实话说出来。西海情歌，来首沉默是金。喜欢听沉默是金的家能有多少？那不走西海情歌啦。谢谢续费会员，谢谢。一分喜欢点关注，两分喜欢加个团，十分喜欢开会员。好，一首沉默是金送给你们。73万点赞了，宝子们，家人们，灯牌灭了的，把灯牌记得点亮一下。把你们的小琴师续个费，半胡沙。哎呀，我想想哈。半胡沙是个啥？我想起来了，喜欢听半胡沙的朋友多不多？卡死了啊！为什么卡？我视频挺好的呀，风中雾，风中雾还是半胡沙？欢迎柠檬。每天的灯牌记得点亮一下，宝们。
73万点赞了，还有最后的20分钟。感谢我们02续费会员，谢谢02。的无忧之夜又来了，家人们，我感觉我要卡死在报名环节了。单单报名要闯五关，第五关要十万音浪，我直接卡死在报名环节了，然后我还唱82000。这去哪儿过关嘛？闯关五关可以报名成功，可以参赛。嗯，太难了，来个半壶纱。几号开始？大哥，每人10000。终于等到了。今天是9月7到9月8是报名，我看那今天9月8最后一天，然后闯关开始。很遗憾你未报名成功，大概率我觉得是这样的。您好，您未报名成功。来吧，大哥们，该回家的回回家，来冲冲关了。75万了，加油！哎呦，回来了一个大哥。哎呀，感谢福哥，谢谢福哥。欢迎君哥，要多少报名？一共要10万，我们差8万，现在还差7万。谢谢们福哥的大力支持，福哥说我完成了。走过路过的大哥，门口的大哥，在台下潜水的大哥。对呀，这么多只能报个名。吓不吓人，你说吓不吓人。感谢福哥，谢谢福哥，谢谢福哥，感谢福哥。差一点就10万了，差多少？差8万。感谢福哥，谢谢福哥，您破费了，谢谢。
羞耻，你咬牙切齿干嘛？他不是说的咬牙切齿，他说的是什么齿呲齿什么齿？然后他还有时间限制，还有最后的14分钟20秒，如果我们完不成，又得重新开启一个小时。哎呀，算了，让我就折在这儿吧，天哪！让我就折在报名环节吧，太难了。谢谢我们 Queen， 感谢 Queen， 77万了。来一首《沉默是金》，他弹完了，刚弹完。您别说您没在，刚刚弹完，宝子们冲一波点赞来，跟你们一起冲一波点赞。对着屏幕点一点，来吧。这个歌曲是3分钟的时间。Let's go， 冲到100万！感谢军哥，谢谢军哥的闭上飞仙。大哥、二哥、三哥、四哥都快回来哟！加油加油！顺流逆流。78.7，79，加油！80，80，加油加油加油！一起对着屏幕点一点啊！谢谢所有的宝子们，一起帮忙点赞，冲一下！对着屏幕敲一敲，拿出你们最快的手速，就是现在！平时的王者那可不是白打的，练就的一身本领就在此刻展示出来吧！82啦！展现手速的时刻到了！王者把把胜利。感谢军哥的人鱼传说，谢谢军哥，感谢军哥，还有这潜力呢，华女，家人们，咱们已经满9级的家人们，进一下主页的群，逍遥谷、蝴蝶谷，欢迎你们的到来。已经满9级的家人们，进一下主页的群哦。感谢军哥，谢谢军哥，通过了吗？距离报名还差50000浪，差的不多了，只差50000了，一共要100000，现在还差50000，太有 DJ 的潜力了，我。感谢军哥，谢谢军哥，感谢福哥，我的妈呀，这也行，我都觉得我们冲不进去了，这也行，谢谢大哥们帮我报名，还差最后的10000啊。谢谢大哥帮忙报名，别帅了吧，报名干啥，打比赛。一年一度的无忧之夜马上就要开始了，还有最后的10分钟的时间，
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来来来，一起参与一下报名。感谢军哥，太帅了吧！谢谢军哥，谢谢福哥。主播是无忧传媒的，你才知道，你都不关心我。那不是写在主页上的四个大字 MCN 无忧传媒，我来自无忧传媒。谢谢大哥们，感谢建哥，谢谢福哥，也谢谢咱们所有。够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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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已完成已完成，看无关，已完成，谢谢大哥们，完成了完成了，欢迎我们威，完成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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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闯关成功，早不说妈不是不想让你们破费吗，就随口提一下，没想到你们给了我这么大一个惊喜，那我下了。我猜到了，我的妈呀，太感动了吧，我的妈呀，谢谢呗，早说，真的说实话我不想让你们破费，日常支持我真的已经很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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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不想让你们再为了我的比赛破费，我就想着咱们日常玩儿，就是怎样就怎样。啊，太感动了，你们太宠我了，93万点赞了，你们太宠我了。谢谢各位哥哥们，谢谢各位小姐姐们。要提前预告一下，那么多大佬在，这个只是报名，后边的比赛还在后边，那将是江湖上的一片纷争啊。那残酷的还在后面呀、啊！谢谢景哥，谢谢福哥，感谢感谢感谢！94万点赞了，都不破费，你会不高兴吧？不会。你不破费，他不破费，我接下来就破了，你们就看着我拿着破碗，穿着破衣裳，摇着个小破扇儿，给你们唱着鞋儿破帽儿破身上的袈裟破。这后面没有，谢谢军哥，谢谢。要相信自己是可以的。谢谢你们，谢谢宝贝们，那岂不是成仙了？哎呀呀，那也倒不是一个坏事哈。如果这么说的话，那不是个好事。还差最后50000，咱们就100万点赞喽！姐姐们加油！手太粗，搬砖小能手，别人搬两块，哎呀好累啊，我能搬5块，你服不服？然后别人去吃饭的时候只能拿一碗，拿不下了，我能拿2碗。你服不服？你羡慕不？唱都不服就服你，那就对了，我比较稳当，还
健步如飞。我羡慕主播的嘴巴比较大吗？能多吃两口吗？97.3万啦！好，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起来转圈圈了。明儿爱谈年飞支持你比赛，我的天哪，我的超哥，真的假的？我的妈呀！谢谢超哥。你要是年飞了，就是咱们家第一个年飞。谢谢关注，感谢关注，谢谢关注，谢谢肥肥猫的人气票，感谢。98.5万了，98.5万点赞了。哈哈哈，爆兔子。哈哈哈。99万了。你们就是忘不了这个爆柱子，比转圈圈的好看吗？哈哈哈哈哈哈，可开心了，马上100万了。八字形啥？转圈。来吧，李总总。啊，欢迎希望。柱子已经满足不了我们了，得爬柱子。我又不是猴儿，家人们，我是个人，我又不是个猴儿。你咋竟让我干一些大圣干的事儿？我要看转圈圈，抱不抱柱子都没关系。那也是猴王，哎呦。我相信你能上天，人贵有自知之明，我不信。Yeah.
不然肯定是会淹的。今天没有话筒挡你们了，谢谢们，哈哈。现实中是不是也这么淑女？现实中不会，现实中就是给我过来。说的就是你，过来。你来试试。换我早晕了，晕也晕也晕。理公公效果好赞，那必须，这完全超越了一般摄影师，摄影师都拍不出理公公这个效果。扮演下播啦。来了来了，欢迎玲儿回来，再次祝咱们家玲儿生日快乐，宝贝，天天开心。李公公今天可得32/3，帅！你过来，我不好就不打你，是这样吗？说着最狠的话，做着最怂的事儿，看见一群人就过来。就你过来，谁生日？02/02/02/02，别我怕你缺耳朵，不会，我这么淑女，我顶多会，不会，是不是？来个弹唱可以吧？我想起了容嬷嬷。谢谢谢谢谢谢！哎呀妈呀，这个字不认识。衣服很飘逸，谢谢。这是什么房？这个字念雏菊。中国汉字真是博大精深啊！别说生僻字了，不生僻的好些都不认识呀。太难了，弹一首《十面埋伏》好吗？欢迎875732，你好，5689，你好，欢迎星星，这又是一串什么数字？下播了，宝贝们，下播了。上次看有位朋友说，我好不喜欢叫家人们，我说你就喜欢别人叫你宝贝是吗？说嗯是。福哥你隐身啊，福哥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。古筝弹得太厉害了，一般般，皮毛，真的只是个皮毛。明天见。每次叫宝我都幻听是喊我。不敢走呀。哎呦。哎呦。感谢。感谢，那个99步我快学会了，福哥，明天我就跟你来，明天就跟你来99步，比伏羲快，伏羲也快了，伏羲，我给他练的那个点指还有那个啥。也快了，这个练出来应该挺帅的，你看那个手，呜啷啷呜啷啷，呜叨叨的。
别管弹的咋样，反正看着挺帅。不辛苦不辛苦，谢谢虎哥，谢谢虎哥啊，谢谢咱们家军哥，谢谢咱们家福哥，谢谢两位大哥辛苦了，还有刚刚的松哥，还有二哥，各位哥哥们，哈哈哥，圣君哥，谢谢。好，谢谢咱们小姐姐们，谢谢灵儿，谢谢小公主，感谢，再次感谢咱们的小阿姨们，谢谢朱阿姨，感谢独孤狼今天新来的宝，是不是？你好，独孤狼，也没有新来三级了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谢谢。谢谢宝贝的支持，感谢丹丁，谢谢白马小西风，感谢我们撒桑，谢谢飞翔，谢谢跳跳，谢谢造型师，感谢小易，谢谢建华，谢谢。明天同一时间12:40我们不见不散，谢谢所有的宝贝们帮忙点赞，大家辛苦啦，太帅啦，明天继续开心依旧啊，明天见，爱你们，拜拜，爱你们，明天见。还有主页的群没有加的，我们加，记得加主页的群哦，三级群、五级群、九级群，还有 VIP 群，大家都加一加群，主页的粉丝群，我在群里等你们，明天见。